端午节去拿相当优惠的地方。之前我的兄弟就是体验了做龙舟，我好羡慕。今天终于有机会跟他一起来划龙舟啦！好 ，Let's go go！ 嗨，你们好。看看我带谁来了。我们这位教练呢，可是带领咱们这个龙舟队伍多次获得划龙舟冠军的这样的教练。左桨是这样握，这边是长鞭。 就那个船边，拿起来，这个手要伸直，对，这个手伸直，划出去，腰弯腰拉，预备下桨，然后划，然后提划，然后就是要配鼓，打鼓是整个船队的灵魂。可以，很棒。口号就是需要喊吗？口号，它是用哨子，慢桨变快桨，要用哨子，然后。 走！预备！如果要在那个龙舟比赛上能够获得好成绩的话，第一就是龙舟精神，一条船上一条心；第二点，一定要团结，整个船就像一个人在划一样。如果有机会，一定要来汨罗划龙舟。